这个蛋是一个正方形，上面这个日是一个正方形。那个金字部，金字部第二笔呢，是不是带一点平啊？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下笔，平。哦。接下来的横画，从金字部那一撇的靠近门口的地方。你这个锥的这一笔一定要在这一撇的尾端。嗯，为什么？空间才会，对，才会密集，才不会松掉。好，这一笔约略是45度角。停贴，这两笔大概没有问题，这三笔横画都没有问题，就写到口的时候，你这一笔给它往里面走。所以最后呢，它这一笔会跟这个比较齐，不要跑出来，好。好，右边的这个字下面这一笔稍微长一点，这一笔稍微往左下方，它这一笔是切在这里，好，这个不要长，到这个的里面一点点，提贴好上。里面一点点，提贴上，